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礼拜二，我跟妈妈在正在去打球的路上。每个礼拜二我们去周球课，打球半个小时而已。那这是十位国校，这是杨妈妈的杨相玉和杨介林的国校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平日晚上有一些运动活动，所以这里有一些人在跳舞，然后楼下有一些人打足球。教球可以让每一个人打得很快乐，而且会学得到很多东西。现在也可以。没错，我打球的时候也很开心。谢谢你。谢谢。桌球有时候也叫乒乓球，在1988年当了奥运会正式的比赛。一些台湾最有名的桌球运动员是蒋宏杰和张志渊。桌球也是一个台湾最亲爱的运动，很多人从小时候开始学打桌球和参加比赛，而且打桌球对大人很好的机会跟他们很久认识的朋友见面，一边打球一边聊天。